给我打绿龙，我一定选 W。选 W。选 W。OK。对的。看情况。看情况。对，要有变数。不一定的。不一定的。你看啊，你看我们学什么？我们不学，先 A 他一波，你看他怎么说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他跟你打，哎，那就有说法。哎 ，A 他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掏他，你心里有数了吧？这个打他不痛，心里有数了吧？对，这就是不学技能的原因了。所以你觉得没有大师的瑞文，你觉得他对线是不是会有点吃力，是吧？大师有点困难，是吧？这个实话实说，没有舔，没舔。你觉得你的瑞文跟我诺手能打吗？就刚才那种情况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不会跟你打的。你不会跟我打的。打凯南，打凯南其实不好打。诺手很怕凯南的，他死了。他有闪。最少交闪嘛，嗯。注意上的时候要有细节，他现在以为我回家了，但你看他走位还是有点谨慎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他不知道我在的，这个时候将计就计，不要动，他肯定以为你回家，是不是这样？对 ，OK， 武器大师来了，帮我死啊，帮我死，先给缓速，哎，然后把他拽过来，哎他，哎他，有没有很细节？你不能拉，你先拉就不行啊。如果刚才那个情况，我先 A 他一刀。啊，那没必要，那就会拖他，拖泥带水的，对吧？那你就很慢了呀。你这样搞，对面打野来支援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就第一时间啊，第一时间伤害全部打，伤害全部打出，用最合理的招来杀他，对不对？可以，诺手有点诺手，不是诺手有点诺手，你错了。我讲的就是你的诺手。哎，你错了，那你错了，你说我的诺手有点东西，这是。大家都能看到的，你应该说的是就是对这个游戏的理解有点东西，明白吧？明白。游戏的理解有点东西，看到了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还去什么？魂都没有了，对吧？你看，不，这个时机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晕不住你。晕不住的同时且没有意，对吧 ？Gank， skunk。Gank， gank， 没错啊。我英语，不行，不行，对，知道的词汇量很少，但我的口语很好，口语很好啊。就是比如说这个词语拿过来，怎么练？练得很准。What's your name？ 啊，这个我知道。My name is 金牌光水。是不是很标准？很标准。口语很好。给你满分。这把基本上啊，我这盘是 carry 了 carry 拽回来先，这是第一步啊，然后再缓速先。好，没事，这个时候要有细节，要有细节，先拉开。哎，好，注意他没大，很明显的刮吸血 AJW 接 AJ 大劈啊，很帅气。这波不能不去，这波什么不能帮我去？我刚才必须要先闪现拉开，不能再伤害，稍微回点血，回等一下技能 CD， 这个很重要，不然我肯定死了。我一死队友的话，那肯定也是更打不过，他的输出没有我高啊。但这波啊，其实我刚才可以跟 Q 闪直接把凯南跟死，我没跟，这是为什么？图稳，防怕凯南有闪现。错，凯南没闪。你看，刚才如果你说，哎，你说你第一波 Q 闪他就死了呀，哎，那你可能看的就。不是很透彻。我是想问这个，就是秋闪接大招，凯南不是死了吗？对呀、啊。你为什么？但我为什么不接呢？ 对， 对吧？啊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说话。要看你的装备怎么样能够把它用完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不要问什么我应该出什么，这种问题以后不要问。出装备的真正的奥义、终极技巧是什么？钱用光。钱用光，只要你钱用光，你就是对的。看我这波勾引一 v 二双杀啊，要有细节。双杀，哎，要有细节。我会让他墙上，你看这种走位就很骚。他在想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呢？他并不是很清楚，你知道吧？浪费他十一杆，然后他逼得受不了了，来了，哎，我溜了，然后他撞我走位，哎，拉回来 AJW 外圈刮往后拉，哎，然后呢怎么样？血怒一刀斩，凯旋。吸血 AJW 走位，你看，这就是
刚才这地方是我告诉你双杀，你能做到双杀吗？你不可能做到，但唯独用我这个方式就能做到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吧？我是没闪，所以我死了。我有闪，我也死不了，学会了吧？学会了。买个那个，不、你买个那个。钱用光。你买个那个也用光了。买什么？那个什么什么混世斗篷。啊，那个不要。那个不要。哎，不需要。极速奔跑。有没有角度？没有角度，没有角度，没闪，有闪就有角度，没闪就没角度。他这里有眼。哎。好，注意，这个时候很危险了，我们要选择怎么样？要选择外圈刮吸血，吸完血之后吸两个，看到没有？我武器大师来了，拉一波闪现拉开，这波没办法，这波呢我是在做极限的勾引，我看到我武器大师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做极限的勾引，我其实可以不用死，但收益不够大。我这么做，我们的贾克斯收益非常的大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啊，刚才闪现拉的并不是很开，因为没有角度，它是贴墙的。但我为什么不往这里闪，往这里闪？这是一个学问，你要想一下，知道吧？我往这里闪，没有智慧，你只是闪掉而已。往这里闪是有说法，有说法，但是他那个。墙啊，把我挡得我没法走位，啊，拉不开。你在笑什么呢？我并不是很懂。回家，别走。不回，不回，不回。这波回，早了一点，待宰念前。我拉到了。这波是肯定不会打的，先往这边跑。太高了，他们胆子有点大，胆子有点大，我只能说胆子有点大。这波说实话胆子太大了，我队友是真的不在，在的话他们这个行为很惨。哎，还手，注意先走位，顿一下啊，好，没事。吸血一击一刀斩，现在他后面这个外圈刮拉回来，没拉到，有大招，他肯定打不过我。虽然我没有那个了，但是这个肯定打不了啊。有血手，他在晃点我，我找个机会去的，拉他顿一下很重要，然后我可以疾跑还没好吗？这个点燃我很尴尬，来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姐胆子大一点，不要怕。好，拉到了，注意先，你看我虚晃，你看虚晃，顿一下 AJW 外圈刮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我们先溜，但我可能不完全溜，因为我要突然的。哎呀，这一波真的是没有发挥出来，没把他那个。不是 peace 的状态 ，peace 的状态不一样。血量计算差一点，不是血量计算差一点，是这波这个血量，它只能这样，因为人太多了，而且就在这一刻，你不是说我太乱了？哎，太乱了，没办法计算这波。太乱了，不能在旁边把他拉下来，没事，顿他一手，哎，好，这一波他们要炸，哎，这一波他们要炸 ，A W A 刮 A， 好，全部死，我没收到头，这一波很赚，那你就没了，没用。这个闪现叫做没用，真实伤害触发卷怒啊，这肯定是没用的。疾跑开，好，给我劈死，算了，一刀斩，你看看这个移速怎么说嘛？没用的 AJW 接，一刀劈死怎么说嘛？啊，你看看这个移速，
怎么样？觉得我的诺手如何？七分以上，七分以上，也并不是很高，并不是很高，瑕疵还是有，瑕疵肯定还是有。这个之前说了嘛，你哪怕就是直接选手，你都会有失误。这样子的，我讲的是实话，实话，哎，实话，很正常，人无完人，对吧？人无完人，人无完人。这波我有闪有水银，他们打不过，打不过。武器现在很厉害。好，解开，一刀没斩出来，刮一下 A 接 W， 好，跑不了，完美刮，回来一刀斩。一波游戏开始，操作很流畅，很流畅，很连贯，看上去很舒服，没有任何的这个。僵硬感，对，这把诺手没学到太多东西吧，应该也有，有一点，也有一点，你每玩一个英雄都会学到一点，都会学到一些东西，行，可以。嗯，毕竟我们两个打法不一样，打法不一样，打法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的一些好的东西我都会学到，这样的，